泰州会打，不会打这笔烂，而且又超不爽。哎、欸，就是东南判官就好了。嗯，不打了是吗？没有，现在不打了。还是要问他们要不要杀药要吗？虚故事大客，越玩越会玩。弟弟，你要玩吗？不是要玩二杀？也行啊。OK。在训练场啊，我看到了。对啊。好啊，弟弟，很想打。我要调 DPI， 不用调，我都管高 DPI。啊，那个鸡腿跑去哪？他不叫我吧？如果睡觉就吃饭。哎、欸、，Miki， 哎、欸，你说，你还要打我吗？打，不打、哦、我就去跟别的妹妹打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一定是我了吗 ？Shit， 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又是我了。没有，可是他不强啊，他不喜欢跟很强的打，因为他觉得他打不到人，他就觉得自己很烂，然后就很难过。对对对，哎、欸，我也是这样。我可以陪他，我可以陪他，我很烂。我刚刚老人陪他，老人陪他。我这样子可以吗？我想没有资格打的差，真的干。对啊，我跟他打到开始有伤我都就是他先打啊，他真的打不完，我再收残局。骂他？什么意思、欸？可是我打不好，我都会被骂，为什么啊？啊，你要开变身器？开什么？那为什么要这样？浮夸了。啊，你就 emo 啊！动起来，人家去洗碗啦。浮夸。还好啊，我这还好啦，只要不是竞技，我就不会生气。等等，所以现在是我要去打 Apex。好，好，不久。啊、那你们去有人玩 Apex 吗？有啊，很少。有啊。要那个女人呢、啊？谁？啊？这样。对。那我可以叫我哥来啊，看 Apex 好像准时吧。等下我电脑就换到操控。好巧，我也是。什么意思？真的啦。好懒哦，连钻石都没有。嗯，我是有问他要不要爬大石，然后他就是不想爬。爬大石超累。好强哦。超辣。蛇，要不要继续纸变？大师，我现在有点没状态。奥凡没死呀？是吗？神话吧，因为大师上面直接顶裂，就等于。可是那个不是要一直打积分把顶裂顶下来吗？所以顶裂要一直维持，对不对？得到有一定的分数才会顶裂啊。打大师不累，累的是打顶裂。对啊，要每天打可能一两场，然后一直。没有，不止。我要认真打一天呢、啊。我想要认真打 AP 的时候，有问我大师有干他。到时候里面超多外挂，很臭。对啊，我会怕。那不是都会到别的伺服器去打吗？你如果买 VPN 的话，就可以去了。